各位先生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年教官陈德新。我今仔日要演讲的题目是我想要看的电视节目。我想要看的电视节目是六点做的《拍皮主义》，主持人是杨凡甲杜华敏，因为安排真多真彩的演讲，真多趣味的比赛，节目中会讲放屁归来报名，每一个人员拢爱去准备节目中爱用的物件。在比赛中，主持人会伫第六题外放屁，题外得袂着分数，啊，制作人会把真正比赛的投球、打击的动作，拢甲伊变成节目中的比赛。比赛就要靠速度、力度、甲准度，才会当过关。当然嘛会有歌星来报名，而且因搁会准备真济精彩的表演。有一摆小钟来参加拍戏出去，啊，伊表演真济魔术，到同学竟然都得到歌手大来宾的位。有阵时嘛会有球员请学校的舞蹈团来节目面顶跳舞助阵。到同学要结束的时阵，要是朋友有来参加，就会请伊唱《夜市人生》，真正是一部叫是名著的节目。到底是互阮知影？放球是要靠真侪技术甲训练才会当放球好球，而且看拍球出去，嘛互我放球上，嘛互我减少压力，我会放到了有止。